欢迎光临。你好。你好。喂，金鱼兄弟，你们到了吗？哦，还没。那我先到这个知名的餐厅先拿包厢喽。哦，好，待会见。对，你好。小姐你好。你好。我有同事有定位。是。四个人的停室包厢是要到你们餐厅来做一个餐点用餐，是，请帮我确认一下，林先生，林先生要是啊，请问一下，他有留电话号码吗？有，889889，是哦，好，晚上6点，对，帮我确认一下，谢谢。哎，先生啊，对不起哈、没有嘞，你们是没有定位号吗？没有定位到，怎么可能？对呀、我再跟我同事确认一下。对啊，对啊。哎、哎，娘娘，哎，我们有定位，早上有打电话给庄小姐，我临时改包厢。是，可是我真的查不到你定位资料。那现在怎么办？因为我们现在包厢四个人，全部都已经客满了。你们要不要联络一下庄小姐？哎，你等一下，我打电话给她一下，好，等我一下。那你们是不是交接上的？他是下午班的，他已经下班了。那现在我没有，现在有包厢吗？四个人。现在四个人都已经客满了，然后我们剩下八个人的包厢。所以说，那你去帮我们去，那八个人的包厢，在费用部分是跟四个人包厢是一样的吗？不一样，对，意思就是说我们定位是定四个人的包厢，但是你们现在没有四个人包厢，你要给我们八个人包厢，对，但是要加价吗？是因为我们八个人包厢有低消，所以会比较贵一点。可是这是你们作业上的疏失，因为我们已经有跟对你们那个庄小姐是之前的上一班的一个女子同学有定位，是，结果你们庄小姐庄校。老师，我们没有办法取到我们四个同事必须去来用餐的包厢。现在你叫我们用你们八个人包厢，但是我们只有四个人，却要去负担八个人包厢的一个基本消费费用。这样子的服务跟这样子的态度，我没有办法接受。帮我叫你们主管出来。好，那你等我一下，我们去请我们经理出来。谢谢。稍等一下。我们经理说，没办法给你的。那如果可以的话，要不然稍等一下，我们有一组客人快要结束了，那四个人的包厢就给你，这样可以。那还要等多久？可能要等半个小时。半个小时。可以吗？这样子，这是你们定位的疏失。对，对不起，真的。因为你们的定位疏失造成了我们现在的。我跟我的同事，甚至还有其他现在两位的同事，必须要等待半个小时的时间。那来一点的表示或是一点的，对于消费者今天在这边酒后的一个那个售后服务的措施或是弥补措施，有这个方案吗？那我还要请示一下啦，要不然你稍等一下，因为还有两个朋友还没来，对，再等30分钟。那这个时间去请示一下你们的最大主管或是当时的主管。来向我们说明一下这个事情的经过。好，谢谢。好，美丽。耶。谢谢。先生。谢谢。请问你们的餐点哦，今天有什么好推荐的？黄鱼。国鱼。是什么鱼啊？黄鱼。海拔3600公尺的知名餐厅。我们有卖活的黄鱼，回应的效果，给我们的效果。好啊，那就一时的直观，那就改掉了。好，那等一下，我们再顺便点一个海鲜大拼盘，五行养生食蔬。好，好，谢谢，麻烦了，谢谢。好，谢谢，谢谢啊。不好意思啊，谢谢。要加油，那就。
这就高了。国语哎，超厉害，对啊，神不神奇？太神奇了！你相信吗？等一下就要，等一下就知道了。I can't believe it！ 他说我是布拉伊啊，我以为是布拉伊。我说，布拉伊的男友，等一下，哎呦，果然是，果然是新鲜的。哇！真是好，谢谢。哎，小姐，你上全部菜全部上来了吗？是。啊，我们的活鱼嘞？对啊，对对，我们是活鱼耶。我们的活在鱼。活鱼吗？活鱼啊。活鱼，活鱼。对不起，我们的。那我们点的活的没有，死的总要拿一条来看看新不新鲜吧。哦，对不对？嗯。好。嗯。好，那去抓。去。活鱼。去抓活鱼来看看，好不好？要不然。这是超危险的。好了，不要这样子为难人家的啦。不然都进，已经活鱼已经卖完了。哦，好啊，你说出来没有关系啊，对对对对，我们又不是很刁难的客人。那我们不要为难人家了，那我们换一道菜好了啦。对啊，好，那就换一道菜啊。对啊，那换一条鱼吧。那换一条鱼。好，换一道菜，换一道菜。对，那换一个五 A 和牛好了。已经点菜时间超过了，厨房已经熄火了。哇，你们真的是装笑。哦，你们说一下定位有问题，一下没有菜，一下没有鱼。对啊，看一下厨房要休息。对不起，你们是开餐厅呢？是，这是一个知名饭店应该有的服务跟态度。那你们要结账了吗？对，我们要来结账。好呀，这是你们今天的账单，好，你看一下。小姐，你明明活鱼就没有上来，你还有这个账单还出现活鱼？哦，真的哎，怎么那么扯啊？对，哦，真的好扯哦。你这是诈欺耶！那你们的那个服务，你们服务也不好。从接待，然后点餐，啊，还有食材，你们这样子的，这样你们是开餐厅嘞？对，我们是五星级高级餐厅嘞。五星级？对。今天是五星级。这样的服务行，你知道这样是大。小姐，你还嘻嘻哈哈，知道吗？好啦，靠呀，这个不行啦。对啊，对啊，你至少会打个折啊，这样子。不是打个折。没有，你这个。哦，国语是没有啦。当然没有了。对啊。你去掉还要再打个折扣给我们啦。可是国语去掉不能打折嘞，叫你们主管出来。不然我要去校际会投诉校法官了。好了，我打电话给我们经理一下啦，你等我一下。我们经理都没接呢，小姐。那国语的顾客我帮你删掉，我没办法打折，我没办法做主那个。好了，算了算了，太夸张了啦！今天就算是通算诈骗集团，以后不来了啦！以后不来了啦！以后不来了，给他，对不起啦，啊，没做主委啊，好啦，好啦，啊，没做主委，给他，来，啊，辛苦了，钱好利啦，钱富贵啦，就照。